我很快乐，我很棒，我很快乐，我很棒，我喜欢自己，我要做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姐姐 ，Aloha， 我是海苔哥哥。今天呢、啊，来了可爱的妞妞。嗨，我是妞妞。哇，好有精神哦！还有漂亮的萱萱。Konnichiwa， 萱萱 des。啊，萱萱 des 是来自日本的小女孩耶。小朋友，又到了我们做瑜伽、听故事的时间喽。嗯，在玩瑜伽的时候呢，要把自己的身体准备好，还要带着一颗开心的心哦。嗯，好，现在呢，瑞塔姐姐要教一个魔法咒语。等一下，瑞塔姐姐做一次，你们跟着做一次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手手抱在胸口，交叉放着，说：“我爱我自己，我爱我自己。”把两只手往前伸直，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两只手往上延伸到高高的地方，说：“我是太阳，我是太阳。”两只手并在一起。说我是月亮，我是月亮。两只手往下画一个圆，说我是大海，我是大海。两只手回到中间，吸一口气，说我是光，我是光。哇，小朋友学得好快哦。那现在呢，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做一遍哦。好，来，我们两只手交叉，我爱我自己，我爱你，我是太阳，我是月亮，我是大海，我是光。哇，太好了！说完了魔法咒语，就要进入今天的故事喽。今天啊，我们要说一个露营的故事。嗯，好棒哦！妞妞，你有去露营过吗？有。有哦，那去露营的时候，你最想要带什么去呢？糖果，糖果，哇，什么口味的糖果？草莓，草莓口味的，哇，那小朋友，你们想要带什么口味的？哦，巧克力，哦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好好好，我们通通都可以带去哦。那，萱萱，除了糖果，你有想要带什么去吗？水果，水果，什么水果？苹果和香蕉，苹果和香蕉，好想吃哦。嗯、那海苔哥哥要带饮料啊，可乐啊，红茶、啊，雪碧啊。嗯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吧，海苔哥哥，吃这么多甜食，牙齿会蛀牙。哦，那我改喝果汁好了。嗯，好，新鲜的果汁对身体比较健康哦。嗯，好，那既然是要去露营的话，那我要带大的帐篷。哇，对对对，大帐篷。哎，可是这么多东西，我们要编一个大袋子才装得进去哦。好，那我们赶快用身体变成一个大袋子，把两个膝盖碰在一起，脚弯弯的，脚掌贴在地板上。好，然后把脚打开来，手手轻轻的放在你的膝盖上面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袋子哦。哇，我的袋子超级大的耶！我们来看看妞妞的袋子，哇，好像可以装好多东西哦。萱萱的呢？嗯，看来大家的袋子都准备好了。那我们要赶快把我们喜欢的东西装进去咯。好，来，我们拿
妞妞的糖果，糖果装进去，新鲜的苹果跟香蕉，学校也要把东西装进去、哦。学校你的东西不用装吗？赶快装一装，装一装。对了，那还有我的果汁，好，海苔哥哥的果汁也装进去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自己的东西也把它抱起来，全部抱进去，装进去。还有我的大帐篷哦，帐篷好大。来吸一口气，往下压，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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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塞塞塞。急急急！挥挥！哦，好累哦。那我们袋子装满了耶。嗯，那我们现在把袋子关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把脚脚并起来，手手放在膝盖上面并起来。好，然后手手再往前面压，然后把你的小伸直，把手手放在你的大拇指前面。哇，大家都碰到了，好棒哦！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往身体拉拉拉拉拉进来。好，我们再拉一次。好，手手，好，准备，往身体靠近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要拉好哦。来，吸气，吐气，身体回来，很棒哦。那我们来摇一摇。哐啷哐啷，叮铃哐啷，锵锵锵锵锵。哇，我的装的好满哦。对呀、啊，我带太多了啦。妞妞，你有没有装满的声音？我来听听看。叮叮空空。那萱萱，你装满的声音呢？咚咚咚咚，咚咚咚 咚，好有乐器耶！小朋友，你们的声音我听听看。哇，好特别哦！太好了，那我们既然呢装好了自己最想要带的东西，我们就要站起来准备出发喽！出发了，耶、yeah, ，好棒！来，我们把手撑起来，把身体站起来。好，都站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原地踏步。原地踏步，记得哦，把你的膝盖哦靠近你的身体多一点。哇，那我们的脚要抬很高吗？如果可以的话。好，嗯，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露营呢？萱萱，你想要去哪里露营？山上。你要去山上哦，好哦，那我们今天就去玉山好了。哇，玉山很高哎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走啊走，走啊走，大手牵小手。哎，我们走到了玉山的山壁了，我们来赶快看看山里面有哪些可爱的动物哦，看一看，找一找，在山顶上、我发现了一只很可爱的狮子哦，狮子，好，我们来变成小狮子好不好、来，我们把膝盖跪在地板上，好，一样，你的脚跟碰在你的大腿，哦，黏住，黏住你的屁股，好，狮子张开，放在地板前面，放在自己的膝盖前面，膝盖前面都放好了吗？放好了。记得哦，你的屁股不要离开你的脚跟哦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变成一只小狮子的感觉。哇，狮子会有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我听听看。哦，有好多狮子的声音哦。萱萱，狮子怎么声音啊？哇，好可爱哦。妞妞，你会学狮子的声音吗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学学狮子的声音哦，一二三，把你的屁股摇一摇。狮子走路的时候屁股都会扭一扭。好，记得下巴要往前抬起来。哇，好可爱的狮子哦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狮子跟旁边的人打招呼。你好，妞妞好，爸爸好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哦，这只狮子啊，扭扭屁股往前走啊走，走啊走，哎，他看到了一只很可爱的猴子。哦，小猴子来了耶。好，那小猴子是跟狮子是一个好朋友哦。来，我们赶快变成小猴子，把你的手撑起来，手撑起来，把你的脚打开，打开，好，你的膝盖呢会在你的手肘外面哦。好，都有确定姿势的之后呢，我们把手手握拳，握拳，好，两只手放在地板上，靠近你的身体一点点，然后手肘要伸直，伸得很直，是一只很有精神的小猴子。不，我是小猴子，但是我看起来我好像是一只大金刚。好，小猴子怎么叫呢？哦，小猴子怎么叫？嘴巴可以变成一个圆的形状，就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哦。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小猴子往前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往后走一走，走一走。哇，好棒啊，这是小猴子哎。哇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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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小猴子肚子饿了。哦，小猴子肚子饿了，那小朋友，小猴子肚子饿了都是吃什么水果？香蕉啊，对，香蕉，香蕉在树上，我们要去树上摘香蕉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身体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吸一口气，
身体往上延伸。好，把我们第一根香蕉哦，准备跳起来。嘿，耶，摘到了。那我们要剥香蕉皮。对，香蕉皮，把那个皮撕开来。好，妞妞，你的香蕉好吃吗？好吃。萱萱，你的口味怎么样？好好吃。好好吃哦。我们都吃饱了。瑞塔姐姐，你吃饱了吗？还没耶，可以再吃一根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吸气哦。好，吸气，伸得很直很直。等一下。瑞塔姐姐。我发现树上有一只眼镜蛇在睡觉哎！啊，眼镜蛇妹妹在睡觉，会不小心把它吵醒呢。啊，那我们来看看眼镜蛇在树上怎么睡觉哦。眼镜蛇在树上。好，我们把身体趴下来，趴下来，肚子在地板上，肚子粘在地板上，没错。然后两只手呢，一样把食指张开来，然后放在你的肩膀旁边。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呢，慢慢的把身体抬高。哇，这就是眼镜蛇的动作耶！没错，小朋友要注意哦，你们的肩膀不要碰到耳朵，这样子就没有延伸到你的背部哦。所以我们要把你的肩膀往下放松。对了，哇，妞妞好棒呢！很棒哦。好，我们吐气放松，脸可以侧在一边，让你的脖子可以放松，好棒。好，慢慢的休息一下下，我们留在这个位置上。我很快乐，我很棒，我很快乐，我很棒，我喜欢自己，我要做自己最好的朋友。朋友的猴子都好可爱哦，眼镜蛇也好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让眼镜蛇妹妹好好的休息。我们慢慢的爬下树。哦，这个时候啊，原来在树底下有一只梅花鹿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梅花鹿妹妹在做什么哦。来，我们慢慢的站起来。好，站起来。好，把脚打开来，比肩膀再宽一点点就好了。妞妞，我们再把脚打开来一点点。很棒，就是这样哦。好，找到重心之后呢，我们把两只手往前，往前，然后掌心朝上面，哦，手掌朝上面，黑的在下面，白的在上面。好，往内转，哦，往内转，然后你的白色呢，手掌呢会朝外面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两只手打开来，向背后延伸，延伸，延伸，延伸。哇，你看我真的很像是一只梅花鹿哎，对呀，我的手变成梅花鹿的头上的角了。嗯，哇，我们来看看一下小朋友萱萱，好，萱萱看前面，啊，你看萱萱很好，妞妞也看前面看看，记得哦，这个动作啊，膝盖要伸直，背要挺直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梅花鹿吃草好不好？我们把头慢慢的吐气往下。好像在梅花鹿在吃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妞妞，我要吃你那边的草。我要吃萱萱这边的草。我要吃你的。啊，你要吃？好，那我哇，那现在呢？我来到了萱萱梅花鹿这边，我要跟他打招呼。你好。你好。你要跑到我后面，那我们再跑转一圈。妞妞你好。好可爱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回家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哇，天已经黑了耶！哦，没有错，天已经黑了，那就要怎么样？邀请所有可爱的动物跟我们一起去搭帐篷哦。好好好，我最喜欢搭帐篷了，露营最重要的就是搭帐篷。没错，那我们赶快让身体变成一个帐篷的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来想问问看，小朋友，帐篷是什么形状啊？三角形。哦，三角形。哎，那我们身体也可以变成三角形吗？可以呀，我们身体可以变成三角形，我们来赶快试试看哦。好，好，我们赶快跪对下来。哦，慢慢的跪下来。好，膝盖在地板上，然后两个手伸直。伸直。
食指张开，打开，好，往前放在地板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脚跟呢，要这样子勾起来。哦，勾起来。都勾起来了吗？有。我们数到三，吸气的时候呢，要把你的膝盖跟你的屁股往上延伸拉长。哇，我们变成三角形了。好，哇，我们在这边停留几次，吸气跟呼吸，吸气，吐气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。膝盖要记得伸直哦。哇，我们来看看扭扭的三角形帐篷。哇，很棒哦，好棒哦！那萱萱的，我看看，哇，萱萱的好棒哦，我都想要过山洞了。啊，那海苔哥哥你太棒，那我们来变成帐篷，让萱萱他们来过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，你们两个来过我们的大帐篷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先妞妞先出发。好，我们把膝盖伸直，身体拉长。哇。哇，到那边了，那我们再回来。好，回来。你看我们三角形很大吧？好，萱萱换你。在家里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玩哦。好棒！好棒哦！好，那你们再回去变成自己的帐篷。好，来，我们停在三角的姿势，脚跟好，脚跟尽量呢放在地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变成大帐篷，我们来膝盖弯下来放在地板上。哇，把帐篷收起来。哇，玩了一整天，所有的可爱动物们都要跟着我们一起来今天最棒最快乐的萤火歌咯。没错，在萤火歌之前呢，我们要来生萤火。没有错，要生萤火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脚脚交叉，屁股坐在地板上，都交叉了吗？有。好，来，我们手搓一搓，搓一搓，我们要准备生火咯。要搓热一点哦。哦，我的好热哦，要烧起来了，要烧起来了吗？好，我们脚搓一搓好不好？好，搓一搓，搓一搓脚，脚有没有冷冷的？搓一搓，把脚搓热一点。哦，好温暖哦。好，然后我们还有什么？来，我们搓搓我们的膝盖，搓搓搓一搓，我们搓一搓我们的背，很棒。我们搓搓我们的肩膀，我们互相搓一搓，取暖。那我要去帮萱萱搓。好吧，妞妞，妞妞，你帮我搓一搓，搓搓搓，好舒服，搓搓，有没有热热的？搓搓脚，那你帮我搓搓脚。哇，好舒服哦，有没有都大家都暖和了啊？有，好棒啊！那我们现在要准火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嗯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萤火晚会的歌哦。好，来把脚交叉。等一下，瑞塔姐姐先教大家动作，大家先跟着学一次。好，好，我们把两只手交叉在你的胸口前面。好，交叉穿过去，像穿线一样。好，再打开来，经过你的胸口，再穿一次，经过你的脸，很好。再打开来到你的头顶，然后就变成一朵。什么花在你的头顶上面？好，这朵花呢，慢慢的变成一个爱心。好，慢慢的降下来，你的手背会慢慢的粘在一起。好，会降到你的身体的最底下，碰到你的大腿之后，再一次哦，手交叉一次，在你的胸口前面交叉第二次。第三次的时候，要开出一朵漂亮的花在你的头顶。好，变成一个爱心，慢慢的降下来。好，这个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，那我们来跟着大家来念一次。来，准备，手手交叉，预备。我很快乐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健康。我爱大自然，我爱大自然，大自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大自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再来一次哦。我很快乐，我很健康，我爱大自然，大自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最后一次。我很快乐，我很健康，我爱大自然，大自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吸气，手慢慢的下来，放松在你的膝盖上面。哇，小朋友今天的表现都好棒哦！先给自己轻轻的拍拍手。那最后啊，记得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念感谢歌哦。好，我们来把脚交叉，屁股坐回来地板上。好，一样背要伸直，有一个拉链这样子拉上去哦。好，我们要来唱谢谢歌。我们把手往前伸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手回来在你的胸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两只手交叉，谢谢我自己，谢谢我自己。吸气，手往下画一个圆，把自己抱得更紧。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哇，小朋友都学得好棒哦！那现在跟着哥哥姐姐做一遍，希望你们可以更喜欢自己，谢谢自己哦。好，我们把两只手交叉，来往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我自己，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呼吸对身体非常的重要吗？一个简单的深呼吸可以帮助你身体排除二氧化碳，当你想睡觉的时候，也可以帮你保持头脑的清晰哦。最好的朋友。